迎收听提出实力攻击新秀攻速雄毅来了，一级四岁在高区上一平了在心，冠秀天挽回无奈，为何红顶重视敌人？好，你的实力不该就如此。三千流窜，八百回松，如流星江河，环境遥控，此时有点气境回流，是这已经出手。好，好，流星雨。要是攻打英雄之巅，自然激烈的相当会战，如一冠军风，如红魂之功，趁势将雄攻耀。哦，好，不仅不惜剑雄经验，不仅不见心灵之手，眼波流转，不由再次感叹。为何苗恩如此攻敬？冠秀天，我教你明白，我明白什么？有这位兄弟，精心回答，你了天降作为凶手，是不是的？我早想向你痛心。我姑娘，天将作为计，我等你。求主送。